一顿乒乒乓乓是棍棒拿着打，路中格斗擂台就此开战，还有人向举牌女郎喊 Round One。男子被穷追猛打，民众目击都吓傻。眼见真的打不过，对方人马比较多，男子脚底抹油快跑，但就他不放过，还在喊加油。新北市三峡23号晚上，一群人不睡觉跑到国庆路开打，起因只是网路留言几句话。不久前，无姓男子 PO 骑车影片，本来想炫技，却被严姓男子开酸，阿不就好厉害。网路开战，无姓男子说见面和解，却找两名朋友助阵，还喷辣椒水。想不到对方人更多，一阵辣椒水乱喷，一阵棍棒乱打，最后2分钟收场，两方都受伤。他们是网路上面，然后产生言语的冲突，那也怀疑说其中乙方这边有一个女生她是知情的，所以便约女生出来见面做个谈判，连女朋友都来参与咖，下场是双方全部进警局，以伤害罪妨害秩序送办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太冲动了。东森新闻吕嘉欣在新北市报道。